本君只是觉得你的提案甚合我意。那是自然，本公主才貌双全。那寒生公主觉得谁做饵最合适啊？得找个身手敏捷，其貌不扬。对，还得是白善眉见过的女子。没错。我。哎呀，我不行，你又不是没见过白善杀人时候凶狠的样子，遇强则强，我觉得还是您亲自出马比较合适。就算本君男扮女装，也是天生丽质，这太难以取信。那我这张脸就可信了。可信啊，可能他觉得难度大了些，这毕竟换脸不如换头。 不过你放心，本君会帮你易容的，好看一些。你不是说我笨手笨脚的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吗？没关系啊，失败乃成功之母，本君从不嫌弃弱者，你一定没问题。惹不起我还躲不起。 别忘了，你的任务是抓白善，如果这点都做不到，那白君，留你何用？